President Trump has made very clear we need a strategy that protects the American economy and indeed our way of life. The free world must triumph over this new tyranny. General Secretary Xi is not destined to tyrannize inside and outside of China forever unless we allow it. Maybe it's time for a new grouping of like-minded nations, a new alliance of democracies. If the free world doesn't change, communist China will surely change us. Today, the free world must respond. We can never go back to the past. 这些美国政客的伎俩蒙骗不了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必须强调，就社会制度而言，中国无意改变美国，美方也改变不了中国。好了，当这个美中大战呢已经上升到这个外交的这个层级之后呢，现在甚至有美国的一些这个政治评论员认为，美国甚至可能已经做好了跟中国断交的这个准备哦。问一下青黄了，甚至还有这个美国官员还开玩笑的说，那休斯顿的这个领事馆就刚刚好顺便就给台湾用啦。对，没错，因为你看到美方就是有国会议员告诉你说啊，这休斯顿的领事馆反正刚好转给这个台湾方面嘛。是啊。那这件事情当然为什么引起注意，是因为你知道中国驻休斯顿的总领事他叫做蔡伟，这个蔡伟呢？在美方下达72小时通牒说你给我关的时候呢，当时蔡伟怎么讲？当时蔡伟还很强硬的说，没关系，我们会继续保持营运，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哦，那你知道接下来发生什么事？发生什么事？美方就真的把你关了，然后就破门而入了嘛。破门而入给你难看。所以在7月24号那一天，我们看到美方怎么做处理的。美方的处理呢，是你让我们看到的是中方呢，他把他自己的国旗撤了。国徽撤了，然后这个领事馆的牌也撤了。撤完了之后呢，哇，美方带着大队人马准备要进去领事馆里面要去接收哦。对，而且美方一开始要进去接收的时候呢，还讲什么？美方一开始还讲说我们带锁匠去，因为中方没有把钥匙给我们。结果锁匠去开了之后呢，发现哎，锁匠怎么开都打不开，最后出动电动机具破门而入啊！哇，所以你第一次看到说哇。美方要接收中国的总领事馆，竟然是用破门而入的方式。但是当然，后来大家都有分析说，哎，美方这个时间点为什么对于驻休斯顿的总领事馆动作要这么大？结果现在呢，到目前为止，我们发现有三个原因。哪三个原因呢？第一个是我们听看到美国国务卿庞佩奥他有讲说，要保护美国智慧财产权跟人民的这个个资啊。那所以我们上礼拜我在节目有讲过嘛，休斯顿这个地方太重要了。对，这里有医疗产业，有航太产业，然后这边呢有能源产业，所以几个产业里面它都有可能存在着中国要去偷的机密嘛？对。而事实上也证实说，美方从这几年真的 FBI 抓到很多人，你明明是解放军，你又不告诉我你的身份，结果你跑去参与相关研究，然后你还把你研究成果送回中国里面去。可恶！那对美方来讲，这种人我不抓你抓谁？对。所以他当然关你领事馆，这是原因之一。第二个。这让人家更吓一跳，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福斯新闻网的报道，福斯的报道竟然说，哎。这个中国驻休斯顿的总领事馆疑似有介入美国的暴动里面哦，这一波美国的暴动我们知道是因为黑人的关系所引起的嘛，所以它是一个 BLM 的暴动，就是告诉你黑人的命也是命。那么这样一个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暴动里面呢，竟然我们前一阵子在节目上就有秀给大家看，有疑似中国人还拿着中国的国旗有参与，还拿着这个标语上面写的是简体中文字。然后结果在这里呢，你看福斯也讲说，你们这个领事馆呢，根本就有可能在背后扮演着这个出钱出力的角色。那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之下，美方怎么可能忍受得了你呢？这个当然也是官管的原因之一。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讲的，在休斯顿这一带所处的德州是美国第三大的医疗产业中心哦，在这个地方有好几家公司正在开发武汉肺炎的疫苗，所以呢，美方也指控你说，你们根本就是蓄意在这个时间呢接近我们相关的这个产业，然后呢，你再接收我们的资讯，接收我们的数据，一手再转回中国去，所以这也是一个关总领事馆的原因之一。但是各位在解读这个现象的时候，你一定要搭配另外一件事情一起看，哪一件事情呢？就是美国的国务卿庞佩奥，他到尼克森图书馆去发表了这一场号称新讨共檄文的一场演讲。那这个新讨共檄文的一场演讲，这个美国的国务卿呢，
他是特别挑选过的。第一，他的地点呢在尼克森图书馆。各位不要忘了，这个尼克森图书馆它的意义在于说，美国前总统尼克森，就是在他的任内开启了跟中国的接触与交往，然后他让他的国务卿季辛吉密访北京破冰之旅，后来尼克森自己也访问了北京，开启了美国将近50年与中国的交往，之后再开启了让中国呢有这些所谓的最惠国待遇、关税优惠，然后让中国有机会偷他的技术，甚至后来反咬美国一口。这个是庞佩欧讲的话哦。然后庞佩欧呢挑在尼克森图书馆现场还有什么呢？这活动是尼克森基金会邀请他来演讲的，现场还有尼克森的女儿也在现场。所以庞佩欧这一场演讲呢，他讲的最重要的话叫做：若自由世界不改变中共，中共就会改变我们。所以这句话呢是讲给尼克森的家人们听，也是讲给全世界听的。庞佩欧的讲法就是全世界要组成新的民主自由联盟来对抗共产党。所以这样的一个讲法，你就会发现呢，台湾这边这个好朋友这个学者赖宜中呢，他也讲什么，他说美国已经踏出了全球围堵中国的第一步，所以你要从这两个现象搭配去解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美国这个叫连环拳，它是连环发动的。这一个关领事馆是第一拳，第二拳庞佩欧的演讲，第三拳是什么呢？美国要发动40年来最大的，在全美国25个城市要抓你们中国这一些来偷我们智慧财产权的人。而且你知道他这个发动是很有特别的意义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刚有谈到中国有很多你明明就有解放军的身份，你用接万签证到美国来，然后呢你竟然都不告诉我。各位要知道啊，这个他们这些有解放军身份的人到美国来要号称化妆成学者的时候呢，他要回答三个问题。哪三个问题？第一个他要回答一个问题是你是不是跟军方有关系？结果这些人都跟他说不是，我跟军方没关系。第二个，你是不是跟共产党有关系？这些人也告诉他不是，我跟共产党没关系。第三个，你有没有政府相关机构的人帮你代办这个签证作业？然后他也说不是，没有人帮我签。结果到最后，美国查出来发现通通都有啊，因为这些学者还有穿着解放军军装的照片，就直接在网络上被抓到嘛。所以。美国的第三季连环拳就是发动40年来，以前他们都知道，但是以前没特别抓，可是这两年彻底要抓，而且是25个城市都要抓。所以在这么大的动作底下，你就可以想见，哎，连这个中国的驻休斯顿总领事蔡伟都被美国打脸了。哎，我等着看会发生什么事啊？美国就告诉你，我就破门而入给你看啊，我就关了啊，而且很难看。所以在这个时间，你要想想看，中国的面子怎么办？对，中国的面子怎么办？中国就告诉你他怎么办。中国的办法叫做开直播。为什么是开直播？他的做法是第一个，这个中国呢，我就你关我一个领事馆，我中国也关你的领事馆，但是呢要挑过。为什么要挑过？为什么？上海太重要不行，广州太重要也不行，那个地方影响经济都太大，所以上海跟广州都不可以乱关。然后呢关武汉呢好像效果也不大，因为人都走掉了。然后挑一挑挑一挑，哦好，那就挑哪里呢？挑成都，挑成都也好，还可以跟人家讲得很好听，说因为成都呢有可能会帮助美国收集到关于西藏跟西疆的情报啊，所以呢我们要关你的成都总领事馆。结果这样一个动作呢，还不只是要关而已，中国还告诉你说我要让央视来开直播。结果直播一开下去呢，哇，线上人数超过2000万人嘞，哇，比台湾人口还要多的人口一起在看着关成都总领事馆的过程。结果呢，我们就看到他降美国国旗啦，然后呢，这个有中方人员接管，但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什么呢？最重要是竟然有人跑去放鞭炮，放了鞭炮完的动作呢，还有中国人说啊，鞭炮都放啦，都有烟啦，也有火啦，要不要顺便煮个火锅啊？顺便在那边开火锅店啊？然后整个中国人就把这个关成都领事馆的过程里面，把它演得像喜剧一样。还有人说，你看。这就是一个旺铺的行为嘛？什么叫旺铺呢？我要让这个店面可以旺啊！我当然放个火烧了一下，店面生意才会好啊！连这样都有。然后更妙的是什么呢？央视把这一个关领事馆过程做个影片，放到抖音上面去，结果放的呢一个音乐的主题曲叫做《凉凉》。人家说你放这个凉凉，你是暗示说中国跟美国的关系现在就是凉凉的吗？所以人家就觉得说，哎，奇怪，这一出怎么演的好像喜剧啊？然后更妙的是什么呢？关闭的日子
这个中国关闭美国领事馆的日子呢，是农历六月七号。哦，这一天农历上面写说宜搬迁啊，所以人家就说，哎，奇怪，这为什么整个过程他把它操作这么戏剧化呢？然后到后面呢，我们看到这个不是最戏剧化的，最戏剧化的是大家发现中国的官方的发言人跟中国的学者哈，好的不灵，坏的灵啊，他们在做预测的时候呢，讲好的很少准的，讲坏的乌鸦嘴都超准的。哦，真假？为什么呢？我们选三个给观众朋友看。第一个呢，应该是很多台湾人很熟悉的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叫华春莹。华春莹呢，之前大家都想说，哎，奇怪了，就是在比喻中国跟美国的关系的时候，华春莹竟然会丢出一句什么呢？他竟然会讲出一句这个。本来我们讲说他应该是后面接子欲养而亲不待嘛，前面那一句叫树欲静而风不止嘛，华春莹竟然是讲说树欲静而风不止，那后面那一句我们台湾接受教育就是子欲养而亲不待，但是呢后面华春莹的接法叫做如果美国想要风浪风雨再来得更大的话，就来一个更大吧。啊，结果呢真的后来看到什么呢？中国的暴风雨更大了，对不对？真的又遇到暴雨又遇到洪水，中美关系真的也变得更恶化了。所以你看华春莹呢，他所讲出来的话变成是中国三大乌鸦嘴之一。